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收起，束手就擒吧，我还能留你个全尸。兄弟们，这一次恐怕要连累大家了。我们愿意大王同生共死。你的族要赶紧想办法。我没事。可是，谁在得豫章王项下人头，我赏黄金万两。那就来吧！杀！
撤。